十一世纪是急速变化的全球化时代，人类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，新的现实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才能，更需要新的动力。面对挑战，香港城市大学致力提供一流教育，培育学生成为知识社会的国际化专业人才。目前在校学生人数接近20,000人，其中有5,000多名硕士及博士生，外地学生及交流生人数超过2,000人。城市大学的教师来自世界各地，很多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，学术和研究表现优异出众，确保为学生提供国际水准的均衡教育。学生生活多姿多彩，既有国际化的校园氛围，又可以参加实习、海外交流和社会服务活动。在师生员工的努力之下，城市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不断提升，在本地区及国际社会享有盛誉。据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高等教育特刊的评鉴，城市大学2004年已跻身世界最佳大学200强，多年来排名步步上升，2009年排名第124位。我们的校园也在这里不断拓展，5座新的建筑物将为城市大学带来新的气象，其中包括创意媒体中心、教学楼3座和深圳的科研设施。城市大学共有6个专业学院、1所研究生院，以及提供持续教育的专业进修学院，教研基础雄厚，各具所长。城市大学致力同世界各地著名高等学府联系紧密。城市大学的学生将会是未来的世界公民，经历丰富，视野开阔，胸怀全球。香港城市大学勇于创新，敢于开拓，志在领先，将会在新世代专业教育中再攀高峰。